经典名场面，请放录像。你和他看雪看月亮，看了一整夜，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，我都没有和你看雪看月亮。哎呦，这太难了，都换吧。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。好好好，我错了，好不好？我不该跟他看雪看月亮，不该跟他谈了整整一夜。哎呦，关国亮演这个可真是看月亮辣眼。跟你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，好不好？不好。哎呦。好，选择了这段视频的是郭阳郭亮。等，我们俩分一下。那你来紫薇，好吧？来吧。呀，紫薇，昨天你和他看月亮，你什么时候和我看月亮？紫薇，我只会给你看月亮。瞧你昨天晚上跟他聊的什么？那是我跟谁了？你跟白哥你聊的那是什么？从诗词歌赋聊到欢乐喜剧，还聊什么烧饼跟孙建红？我聊了，说谁刨谁活，刨谁刨活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不是紫薇怎么都没有关系呢？昨天我们两个人不跟老师在一个舞台上比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爱你，紫薇，你的鼻孔太大，我走了。鼓掌！哎呀，表演得很好，但我越听我心里越难受。